这一期 vlog 应该是蛮有意思的。今天看到，就是最近很火的，说是各个社交软件在评论的时候都要显示 IP 地址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，我的第一次留言写的是，我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在 America，在不在美国，然后显示出来是在美国，然后人家这个作者就回复刚下飞机，现腰，就让我想起了是。人在美国，刚下飞机，打开评论，落地山西。结果第二次，评论我用了一个技术，就是用了这个网络和我第一个网络不太一样。第一个网络显示的是在 America，第二个我本来用的 Canada，结果好像没有显示出来，显示的是山西。真的是蛮有意思的，因为，就是现在打开这个公众号去看这些。就是文字的会越来越少，就是也是觉得带大家看一下，他这个就是写的是各大 IP 都开始陆续公开用户 IP 属性，就是很多说是很洋气的博主是在国外的，其实很多可能都是在国内的，不是在湖南的，就是在河南的，不是湖南就是河南，这没有任何地域黑哦，反正他就是这个样子，哼，可以看到他这个写的。随时随地发现新宝箱，中吗？中，是吧？真的挺有趣的。原来的时候他显示的是什么？发表于日本，结果是人在福建。哎呀，蛮有意思的，真的蛮有意思的。就是大家，这个是简单带大家快速的看一下。你像他这个写的这个东西啊，这个点评一下，他这个是什么？恩邪姐姐一家在美国，对 IP 地址在福建的解释。这个我是有发言权的。如果说你用的这个手机，它打开流量的话，你比如说我用的这个，用的是山西联通，那你这个 IP 显示的是山西联通。那你如果用的是 WiFi 的话，如果说你用的是 WiFi 的话，它会精确到你的所在的这个市，比如说我的 WiFi 假如说是临汾市，那你显示的这个 IP 就是临汾市某个地方，它显示的是比较精准的。如果你的我是 WiFi 的话，比较精准；如果你用的是流量的话，这个它显示的就是一个省的位置，因为它这个是用的基站嘛，它显示的是一个省，山西省，它显示的就是山西省，它不会显示到山西省什么临汾市啊什么的，它不会。但如果说你用的，你的是家里的快的这个 WiFi，那你就显示的是你家这个位置。你是在市里边的，显示的就是市里边；你是在县城的，显示的就是在县城。这个是精准度是会比较高的，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。你像它这个什么运营的 MCN 啊这些是吧？大部分都是在一个地方的，不是河南就是湖南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文章写的还是可以的。然后它里面有一个提到，这个是杨洋不在北京的话，那发牌也不是本人了，这东西是吧？可以把这狗东西，谁还用微博呢？我觉得用微博的，哎呀，都是一群水军，根本没人用。但是人家写的是有一个，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，你看，是明星的话，人家这个 IP 地址就可以开和关；如果说是个人的话，就没有这个功能，真的是还双标呢。微博早就被这时代淘汰了，out 了，根本没有人用它。大 V 的话用的是 Twitter，我觉得平常百姓的话用的是。哔哩哔哩是吧？抖音，我觉得用的这些可能会多一点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这个视频。